朋友们，铁锤又玩弃子攻杀了，这盘棋又把柳霸王给打懵了。弃子招法实在是毒辣，我们来看精彩实战。柳霸王先人指路，铁锤呢对挺卒，红旗兵底炮，黑旗二话不说架上中炮。红旗在这里有一路比较凶狠的招法呢，就是弃弓头，那黑棋呢肯定是给他打掉，他吃过来他就高炮，他呢打一将。你要是不是带将打车了，肯定是上来，人家这边又冲炮杀，他也得上来，双方啊没走几步就互上老将，御驾亲征，对杀太激烈。红旗呢没敢造次，上马护住中路，哎，那黑旗呢也上马护住中路，双方啊局面趋于缓和。红旗补个象，黑旗呢跳个边马，红旗跳个边马，那黑旗呢一平炮，下一手准备亮车。你要是上马来奉车吧，那人家的重兵中炮开出去打你重兵一将，退炮再打你，你依然呢奉不住车。红旗呢在这里选择了先出车，那黑旗呢没有着急走这个车一平二，他呢先出这个车，红旗呢就不让他出了，平炮亮车，那黑旗呢就高横车，红的呢车八进五很积极，要吃你的卒。啊，不要了，甩过来。那红旗一看，你不要，我也不跟你客气，干掉。送完卒再送你个象，把马跳下来，你吃不吃？你要是吃象，我不可能来吃，让你打成个底炮，我会选择进车捉炮。那红旗呢，在这里直接选择一手对窝车，黑旗吃掉，红旗踩掉，还瞄着底象呢。那这次不给吃了，把象飞起来，象着车，红旗并没有选择退车。他平一步，那黑棋呢？直接马踏中兵，简单粗暴。你一吃，我就打一将，铁帽子给你扣上。红旗呢，先补一手士。那黑棋呢，剑锋一转，把车呢又甩过来了。我下一招把你马一踩，你一打，我就进车捉你个双炮。那红旗呢，选择把马上来。黑棋呢，果断弃子，炮打卒。你现在你敢飞我吗？朋友们。借他个胆子，他也不敢飞呀、啊，要不然的话将被连杀。来一将下士，跳一将，不管你点什么，下一招车砍士，绝杀无解。那赶快收炮过来，守一下。那黑旗呢进炮以后呢平边，在车下底撑底炮。红旗呢害怕了，赶快对车。黑旗只有对调，红旗飙进来，黑旗呢充足绊住马腿，那他也不可能。这个马千里奔袭来换人家一个边马，红旗呢就选择了一手平炮，不让这个黑旗呢上马。他同样的限制黑旗上马呀，倒不如啊走这个炮三平一。你要是上马呢，他就打过来；你马再跳呢，他就再打一个，连削双卒，慢慢的给黑旗纠缠。你这平过来，那黑旗这个小卒呢，趁势一过，你不敢飞了，要不然的话踩你的炮。红旗这个时候再选择来一手平炮，那黑旗上马，红的打过来，哎，由于这个卒已经送了一步了，哎，黑马呢就不往中间跳了，它往这儿跳，踩住你的包，红旗呢平炮，黑旗呢下卒，红旗家里这个马还原地踏步呢，选择上马来交换，那黑旗呢马有根儿，等着你换，你换我好打过去给你扣个铁帽子，就往下冲，你炮一走要丢马呀，这强行交换，只能打掉，那他呢就给他打掉。红的呢，再把炮伸过来，黑旗呢平边炮，以后呢准备下底了。红旗回马，黑旗呢撑底炮，这现在呀马炮卒三子归边，红旗退炮打马，马一走呢要踩卒，那都以为黑马是往这跳绊住马腿呢，人家这边还有炮，哎，黑旗不要了，继续往下冲，你敢打？你一打再往下一冲，又要了命。红旗无奈选择出帅，啊，黑旗呢最后一招马跳边，跳一将就是一个杀旗，回过来也要杀你。那红旗一看大势已去，也只好投子认。